三月封妈祖，鹿港天后宫进香团体是络绎不绝。桃园龙德宫龙行百里，26号晚间来到鹿港天后宫，上千名的信徒跟数十个阵头随行。龙德宫四妈祖的神教，沿途还有空姐们护教随行。一行人还自备餐具、戴手套，做好健康管理，绕境人员井然有序，展现着超高素质。桃园龙德宫司马祖来到鹿港天后宫，一火焰香，上千名信徒和数十个阵头徒步随行。除了传统仪式，这回信众们还齐唱生日快乐歌，要为妈祖暖寿。每一年啊，来到我们的鹿港天后宫哈，都是我们龙德人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哈。啊，因为我们受到的待遇啊哈，是非常非常高规格哈。强调这一回南下绕境，一路上天公作美，天气都相当好，信众们徒步进香，展现十足的耐力和体力，而且所有人都自备碗筷、餐具、戴手套、口罩，整个队伍井然有序，展现超高素质。很高兴哦。我们龙德宫啊，4天来啊，这么辛苦来走到鹿港天后宫哦，还是很多随乡亲众啊跟随着。龙德宫司马祖南下天后宫，向梅州开基二妈参井礼拜，顺利圆满成功。记者王茂忠报道。